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礼敬巴格瓦阿拉汉正字觉止。各位尊者、尼师、居士、达德们，晚上好。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正确的定位自己。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这种苦有内苦，有外苦。内苦是指在母胎里的苦、出胎的苦，然后是出生了之后，会生病啊，会有这样的疼痛、那样的疼痛的苦，还有生命从一出生，它就朝着死亡的方向前进，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衰老的过程。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要体验到不断的衰老啊。有些人说：“哦，我不希望衰老，不用衰老。”如果你是不希望自己衰老，不愿意见到自己衰老的样子，那只有一个办法，是怎么样？在你还没有老的时候就死了，否则都要体验到衰老。衰老表现为青春的离去，容颜不在了，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牙齿脱落了，皮肤皱了，记忆力衰退了，行走不便了，身体这样的病那样病都来了，然后，生命的终结就是死亡，就死掉。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苦。至于外苦来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人。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都必须得与自己所爱的人分离，不能够经常在一起。从小到大到老都是这么样。有些人很小就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庭；有些人长大了之后追求所爱的人又失恋有时候要去要生要死，要死要活，然后组建的家庭组建的家庭了之后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家庭的矛盾或者说有一些婚姻的悲剧然后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会看到，会听到自己身边的所爱的人、爱过自己的人，包括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好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开。离开到最后呢，是别人听到自己离开了。而且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情。讨厌的人可能会在一起，讨厌的事情会再来找你。
有时候，跟一些仇敌啊，跟一些人弄人际关系弄得很僵，真的是非常痛苦。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生活的现实带给我们的往往是无奈，是失望。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得体验，而且这些还是作为人体验的。如果很不幸的投身为动物，或投身为鬼更苦，投身为地狱，那种苦呢，更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在漫长的轮回当中，我们什么样的苦都体验过，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体验过，我们都做过。我们曾经投身为光明、美丽、容颜殊胜、寿命长远的天人、梵天人。我们也很多次的投身为苦乐参半的人，但更多的是我们投身为动物，或是投身为鬼，也有很多时候无数次投身到地狱。就这么样，一次一次，死了又生，死了又生。无穷无尽。如果在生命的某一些阶段很有幸，因为善业的成熟，投身为人，但能够投身为人，人他是对于苦有最深切的体验，而且能够思维苦，甚至想要去脱离苦的生命。对于动物，再苦，它没有思维苦的能力，它只有接受苦的能力。对于鬼也是这样，对于地狱众生更是这样。也就是说，鬼类、畜生和地狱的友情，他们在遭受苦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脱离，他们只有承受的份。就像一只猪。已经被赶到屠场，他只有被人宰割的份，他没有说：“哎，我想来看哪个地洞钻出去，或者说，屠夫大哥，你手下留情吧，你不要宰我吧。”不可能，他就是这么样，在地狱里面也是这么样，但作为人，人会。思维苦，思考苦，而且会为脱离苦而努力的众生。然而，我们作为人，在经受苦的煎熬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寻求出离，寻找脱苦的方法，但。在漫长的轮回过程中，我们经常都在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快乐，希望自己不要苦。但更多的投身为人的生命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像现在我们放眼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每个人都知道做人很苦，但是。有多少个人会为了去出离苦而付出努力呢？想想你们身边人有几位？你们的身边人又有几位？每个人都知道做人很苦，但是你想想看，他们曾经为脱离苦、出离苦而做出任何努力没有？很稀有。即使有些人去寻求出离苦的
道路方法，他们要么去求神啊，要么去皈依那些山神树神呢或者说土地神呢要么他们去皈依上帝呀皈依天人呢诸天神呢等等。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生命脱离苦。然而他们所求的那些对象或者是真实的或者只是虚幻的。或者即使他们所寻求的所求的对象是真实的，然而只要是存在，仍然避免不了生老病死。即使那些鼓吹之能够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所谓的神，只要他们有存在，他们同样也会有毁灭、有死亡的一天。只是对人类来说，他们的寿命非常长远而已。他们自己都免不了生死，如何能够去帮人处理呢？然而，绝大部分的人在遭到苦的煎熬的时候，寻求以这样的皈依处，寻求这样的出路，而这些出路都不是就近的出路。我们在无尽的轮回当中，我们什么样的对象都皈依过，皈依过山河大地，皈依过上帝啊、神啊等等，但我们仍然还要轮回到现在。然而，在漫长的轮回当中，还是会有出离的希望的，那就是当佛陀出现之后，佛陀通过积累无尽的巴拉蜜，当他的巴拉蜜成熟，他就能够证悟无上的佛果。每一位佛陀在证悟佛果之后，他会把自己所觉悟的方法教导出来。因为佛陀已经断尽了烦恼，已经出离了苦，灭尽了诸苦，他也会把自己所体验的法教导出来，然后有一批拥有善根、拥有福德的人会追随着佛陀修习佛陀的正法，于是佛陀教导的法以及追随佛陀的那些人就构成了佛法僧，于是就有了佛陀的教法。那只有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出离之路，我们才有可能依照佛陀的教法而证悟，而断除烦恼，而灭尽诸苦。现在我们在座大家都非常庆幸的，因为现在仍然有佛陀的教法存在，我们也遇到了佛陀的教法，同时我们也知道佛陀教法最终目标是为了出离苦、灭尽苦的。而我们也很清晰，如果依照佛陀的教法，先培养定力，然后再培养智慧，通过智慧最终达到断除烦恼、灭尽诸苦的目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比很多的众生都庆幸，我们比很多的人都庆幸，
但是我们遇到了佛法，是不是等于我们已经灭尽了苦了？不是。我们现在实践的佛法，依照佛陀教法去做去修，是不是我们灭尽了出苦了？不是。灭苦之道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漫长的道路当中，它需要我们自己去走，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替我们走。有些人甚至连灭苦之道都要求别人求保佑，求加持，求能够立即能够灭苦，甚至有些人梦想可以立即就成佛。然而，这些也只是理想或者梦想而已，现实还是自己一大堆烦恼。我们想一想，如果听闻的佛法，或者我们一修行的佛法，我们就灭尽诸苦的话，那我们也不用轮回到现在。假如有人可以替代我们断除烦恼、灭尽诸苦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佛陀够慈悲了。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佛陀一定会替代我们去断烦恼、去灭苦。然而，佛陀并不能这样做，佛陀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为什么呢？佛陀说过：“我只是一位指路人而已。”佛陀指出了灭尽诸苦的道路，但这条路还是需要我们去走。我们能走多少，能走多远，需要靠我们的精进，需要我们的耐心。同时，由于佛陀他觉悟的法是经过非常漫长、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证悟、才体证的。假如大家曾经看过《本生》，或者曾经了解过《菩萨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佛陀，他经历了多长的时间才成佛啊？从他被燃灯佛授记那一生开始，经过了四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的漫长时间，不断的圆满十种巴拉蜜或者30种巴拉蜜，最后才成佛的。菩萨成佛之后，把他觉悟的法教导出来，让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去修行、去证明。所以，我们必须得要花时间去学习、实践、修行和证明。现在有些人，他们刚刚接触到佛法，或者说他们修行了一两天，或者修行了一两个月，或者参加过几次的禅修营，他们就想要获得这个，获得那个啊，我要又有禅那，我还要有断烦恼啊，甚至有些还要成佛，现实嘛。实际嘛，法是好，但你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啊！你要称一称自己，你要想一想自己什么料子。佛陀的法，我们可以说，它
是既难又不难的。难是因为它是经过佛陀、经过菩萨用四个不可数10万大劫的时间来圆满的，它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但说它不难，就是只要你掌握了它的窍门、它的诀窍，你不需要太过多的逻辑、太过多的思维、太过多的思辨，你只需要去做。去实践就可以了，就好像你想要培养定力一样，任何的理论呢，那些复杂的什么逻辑啊，你都可以把它放到一边，你保持一个单纯的心，你就可以获得定力。我们也可以讲说，修行是苦的，但是修行也不苦。为什么说修行是苦呢？是因为你想要修行，你必须得学会放下。放下什么？放下世俗的牵绊，放下对世俗对娱乐的执着，放下过多毫无意义的社交，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还有另外呢，你必须得要耐得住寂寞。你必须得忍受得住孤独。如果我们说修行的苦，那仅仅只是这样的苦而已。这样的苦，与生老病死的苦比起来，哪样更苦啊？哪样更重啊？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教法，你想要体验，它不需要苦的，因为修行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平静的过程，甚至一个快乐的过程。佛陀曾经比喻说，一个人在早上被刺了100毛，中午被刺了100毛，傍晚又被刺了100毛，一天被刺了300毛，就300支枪啊。刺他，你说这种痛苦是不是很难忍受？是的，但是佛陀说，我说你们想要证悟四圣谛，想要灭苦，并不需要经过这样的苦，你们甚至可以很快乐的修行。想想看，我们通过精进努力培养了禅那，禅那是苦的还是乐的？当你拥有了禅那，你再去转修 vipassana，你见到了究竟明法、究竟色法，这是苦还是乐啊？你培养了观智，这是苦还是乐啊？你证悟了涅槃，这是苦还是乐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想要修行，你不需要经历任何身心的痛苦，你都可以获得。然而呢，现在很多的人却急功近利，少少的投资，大大的回报。每个人都想做大生意啊，但是投资只要越少越好。投资1000块钱啊，想要赚100万、1000万。有没有这样的生意？有，那是骗子，就会给你做这样的生意。现在很多的人，他为了赚钱，他可以早上很早就起来啊，然后晚上很晚的回家，一年刚过了年就去做工，然后做到一年到头，然后。小小啊，或者说国中或者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去做工，做到老老了，做到50岁、60、70岁的，把很多的生命、时间和青春都花在赚钱的。但是
他赚了钱无怨无悔，然而当他来修行，他修了1天、2天、3天、1个月、2个月、3个月，哎呀，怎么我的修行还没有进展啊？怎么我的定力还没有成绩呀？怎么我修行还没有进步啊？你想想看。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青春和生命都投入在世间的成就上，你为什么要这么样轻视出世间或者说殊胜的成就呢？你为什么投资少少就获得很大的回报呢？你想想看，禅那、神通、道果都是上人法。上人法是什么意思？Uttaramanusatama，也就是超越了一般人、超越了普通人的殊胜体验。你在世间，你的成就再大，或者说你在世间花再多的时间去创造名利啊、创造事业都好，那都是普通人的法，凡人之法。然而，唯有你通过修行、培养的定力，证得了禅那。禅那是在所有的上人法当中，它是最低的或者说首先可以获得的。然而，它还是属于上人法。再就是神通以及属于出世间的圣道圣果。你们不想想看，你是不是能够愿意付出以获得世间的名利、世间的成就那么一样的时间和青春去追求上人法的成就呢？要你就想付出少少，获得多多，这个很不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努力。不要过多的去追求修行的效果，不要过多的去追求修行的境界。你需要的是经常去检查你修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断除烦恼，是为了灭苦。既然是这么样，你为什么在修行当中，自己也给自己平添那么多的烦恼，平添那么多的苦呢？然后另外呢，现在的很多人真的是不自量力。他想，我现在我一辈子我的家庭也算不错了然后妻贤子孝，在世俗方面的工作不管是任公职也好或者说自己做生意也好现在都做得差不多了可以退休了退休了才修行在世俗上自己还觉得还满意，然后现在年老了再来修行，然后他还想要如果我世俗的也能够获得成就，我一修行，我也要获得修行的成就。除非是你有很强的巴拉蜜，否则，你如果60岁、70岁你才来修行，你还想要获得像你青春的时候所付出的那些一样的成就吗？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想想，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今生的成就？如果你可以跟死神讨价还价，你说我今生我不成就，我不死那可以，没问题你非常勇敢。但很可能你的成就没有到来的时候，死神先到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要问问自己，修行为了什么？
为了今生的成就吗？是不是？如果你想要在今生获得成就，不是不可能，但你问一问你自己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投入了多少。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积累的概念，积累什么？积累菩提资粮，积累解脱的资粮，积累福德的资粮，或者说积累巴拉蜜。没错，我们修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成就，或者说我们是为了断除烦恼，为了灭尽诸苦，这是我们修行最终的目标。然而我们必须得要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很可能不是我今生能够达到的目标，那应该怎么办？今生不行，来生再来，继续。最好能够争取在佛陀的教法期间，我们能够证悟，能够断尽烦恼，能够灭尽诸苦。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得要付出很强的精进。有一句话叫，只要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的方法是正确的，你所付出的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我们今生通过精进不断的修行，培养定力，培养观智，即使今生不能成就，我们所付出的这些精进，这些努力，我们所积累的这些菩提资粮，就是我们来生的巴拉蜜。由于今生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积累善业，那在下一生，我们很可能人家还能够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有佛法的地方，要继续我们的修行，继续完成今生还没有完成的修行。即使这么样，我们付出了精进，但由于我们只是从今生才开始，或者我们现在年老的时候才开始，那你现在所积累的巴拉蜜还不足以支持下一生就证悟，那再下一生。如果这么样还是不行的话，继续修行。然而，有一件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佛陀的教法，它只会越来越衰微，越来越衰败。特别是在人间，我们如果不珍惜今生，等到我们下一辈子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得益佛法。即使我们能够得益佛法，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得益佛陀的正法。即使我们能够得益佛陀的正法，我们也不能够肯定在来生，在下一辈子有那么好的因缘，能够很小就出家，很小就修行。那这么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要建立这样的观念，我们修行需要积累，不断的积累，通过什么积累？通过精进来积累。如果在佛陀的教法，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所积累的资粮还不够，没关系，因为你为修行佛所付出的精进仍然还在，那种善业还在，因为你所为修行付出的精进，你所做出的努力，
称为巴拉蜜。即使在我们的佛陀教法在世间已经淹没了，已经陨没了，已经不见了，我们也不可能再继续听闻到佛法、修行佛法了。但是这一种巴拉蜜仍然还有效。等到在未来的佛陀啊，未来弥勒佛出生，就是弥勒佛出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因缘遇到未来的佛陀。然后在佛陀的教法期间，我们如果今生能够积累很强大的巴拉蜜，或者说我们在现在郭德玛佛陀的时期积累很强大的巴拉蜜的话，那将能够在未来梅迪亚佛陀出世的时候，我们通过听闻佛陀的说法，或者说在佛陀的座下出家修行，也能够证悟。但要获得这么样的资质，要获得这么样的巴拉蜜，并不是靠在未来佛的那个时代就一下子有的，我们还是必须得靠在我们现在这个佛陀的时代精进努力。现在有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学阿含的学所谓的原始佛教的人，他们看了几本经典，他们就认为说，哎，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人也听佛陀说几句话他们就证悟了他们就证得入流果，证得的阿罗汉果了，所以他们就把古代的圣旨往自己身上套，然后自己以为自己也是很了不起。其实，任何的人，任何的众生要证得圣道圣果，不是无因无缘，不是无缘无故的。之所以能够在佛陀的教法时期，只是通过听闻佛陀的说法，或者说在佛陀的座下出家不久就能够证悟圣道圣果，都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佛的时代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巴拉蜜，这种巴拉蜜强大到他只需要听闻佛陀说法就能够证悟。而现在，我们也必须得要这么样。如果今生我们想要获得成就，机会不大，可能性不大，我们不应该这样而气馁。也应该付出精进，付出耐心，为的是什么？为了积累。积累我们在下一生成就的资粮。假如下生还不行，积累的资粮还不够，我们在未来。如果这样还不够，我们必须得争取在未来佛陀的时代，也能够成就，也能够断除烦恼，也能够证悟涅槃。要建立这么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正确的定位自己，而不会成为一个好高骛远，或者说成为一个只说不做的人。我们才能够踏踏实实的修行。才能够老老实实的精进。因此，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作为修行的人，我必须得要好好的看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根基，现在自己的资粮雄不雄厚？如果不雄厚，我们还必须得要学会从现在开始努力去积累，积累未来成就的资粮，积累在我们佛陀的教法时期还存在的时候，能够灭苦的资粮。即使这样不行，我们也要积累在未来的佛陀能够成就的资粮。唯有这么样，
我们今生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唯有这么样，我们灭尽诸苦的希望才能实现。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好好的认清自己，然后在佛陀教法当中建立信心，要建立，要打持久战，要建立，要走长远路的这样的决心，要朝着灭苦的方向一直的前进。祝愿大家最终都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都能够灭尽诸苦，证悟涅槃。萨度萨度萨度。